新世界工厂风水经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日呢，要来讲解一个风水的定义。人爱生活，万物嘛爱生活，草木嘛爱生活，一间厝嘛爱生爱活，也是一间厝咋？啊！伊无生活呢，伊一定是生菇。若是一间厝空气无对流啊，内底呢臭扑味，尽快就害去。相对啦，咱一个活的人啊，嘛是共款爱风甲水啊。那么风水呢，站在咱人的生活来讲。即是咱日常生活所食的水，甲所吸的热风。若是人无风，甲无水，必定无法度生存。树啊、草、花等等，若是若无风，甲无水嘛，真紧就干去啊。即大自然的法则。那么工厂、客家嘛是同款，就这道理啊。本人自研究风水，甲易经以来，深深啊印证着，风甲水就是咱人的生命，风甲水就是咱大宇宙的原动力。也是大宇宙之间啊，无风甲水，万物不能生存，人无法度生存，无法度生活，这是天经地义的法则，任何人嘛无法度改变。所以啊，这个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啊，时时地甲咱开示讲。你会使你无相信讲风水对人会安怎？但是咱已经生活伫风水内底，受到风水甲咱庇佑、甲咱调和，予咱一个生命的活力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日要来开这个法门，开这个工厂风水的法门啊！我是经过真久以来，真侪年以来的印证，印证着工厂甲风水本来伊个息息相关的道理，而且任何人嘛无可能会当离开着风水而自己来生活佮生存啊。在民国73年的时候，中部有某一间公司。纺织公司真大间，伊个厂长啊，好多有咱个吉善人个地主。有一天，伊就老师啊，老师，咱是毋是有时间哦？我啥贵事？我个公司工厂，即个真袂顺时，毋知是倒位发生袂顺时。过去都真顺时，是安那这几年来啦，生产系统拢乱呢。而且呢，迄蛇啊伫行呢，蛇啊，纺织的蛇啊，真敖长，毋知是啥物原因，
我好啊，无我认真看卖咧。那么我就去参观工厂，去参观的是啊，才发觉讲你那东北方啊，哈、哦，东北方的，你那去个拍一个空，哈、哦，东北方咧，你个拍一个小门，这个小门咧，就这个泥纹的刷去，都毁掉这个所在。所以你一年来咧，你真袂顺事，这是真正常。无火烧厝，你就好加载。好、哦，然后这位地主啊，郭先生啊，老师遐严重哦，我本来就严重。伊讲啥啦？遐有煞有鬼哦，我无鬼，唔是鬼。这都是这电波，电波在轮，在运转，地球在转，自转、公转的。伊下去这电波是运转回到的所在咧。发生到这个摩擦，会静电出来。一旦这静电的摩擦呢，跟咱本身这根枪，好，跟这根枪的这个本身内底一气啊，形成啊，好，咱话讲叫做相克，叫做相生，哈，相形。那么你这都是相克，所以那么电波回到遐时啊。哈！你蛇啊，也是火烧厝，拢会到伊内底师傅真济破折。哈、啊！那么我看迄个门啊，你唔通开。啊！东北角个门你若开就是啊，吼、哦、问题愈济。那么这位乡长地主啊，伊讲老师有影，我开了以后咧，感觉问题足济。啊！若关起来迄站咧，就无代志。我这着风水啊，风对啊流通。风流通三星摩擦，三星的这个摩擦的道理，一三星摩擦啦、啊，所以啊，造成啊，啊、哦，这个空气的对流，三星厝内底呢，哈、哦，真济沓沓滴滴的乱流的电啊，影响到一个人的思维。那么我啊建议就安尼，封掉以后呢，另外开一个门，哈、啊，那么谁啊？马灯，哈啊！这工厂生产皆真顺时。那么我这位地主啊，伊才深深相信讲风水都是咱日常生活之中，而且无离开咱生活呀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开这个课程，希望各位拢会当有这兴趣，而且有正确的认识以后咧。哈，咱就当进一步咧。哈，咱来，哈，对家己工厂无适当诶，进一真合理诶调整以后咧，我相信咧，咱家家户户，无论大事业、小事业、小工厂、大工厂，拢渐渐顺势。咱即个咧课程，加加一段落，等下再甲各位阁继续过来讲解。风水的感应对倒位来呢？是安那，干那一风水看袂到，感觉袂到，但是会发生真济波折呢。讲起是话头长，那么我简单啦，加做一个归纳。风水的感应的源由第一对空气的对流。空气一旦产生出出入入，咱人只出出入入就会感应。人若无出入的所在袂感应，咱只讲啊，我门开良平，开好平，开倒位，会好还是歹？门开着咧，咱真顺势；门开唔着咧，感觉事事端端有够济。往往进前一笑，你感觉？喘气真舒服，退后一笑，心情郁卒，问个位置，问个位置咧，向倒边，你行两笑，感觉喘气真舒服，感觉头壳足清个，啊，那么过向正面两笑三笑咧，发觉咱出一个人袂喘气，这对经济气流的关系，啊，除了空气以外咧。上重要风水就甲咱人的利害关系。咱的风水，咱人内底嘛风水，
咱的五官上大的原因，哈、啊，咱要经过目睭，风水第一关的眼、目睭，该是第二关的耳啊，第三关的鼻啊，第四关的嘴舌，第五关的感觉，第六关的咱的意念，咱以穿着咱的心。比如讲，咱一间工厂，伊的环境感觉真，看得真爽快，感觉真好咧。这就是先过眼观目睭所看到。那比如咱一个处境，你若感觉一张树啊，看得真欢喜的树啊，看得感觉真好的树啊，你感觉吼足舒服的就对。若是讲你很看到很讨厌一粒石头底下咧。你看久了，心头也会稳的。那像咱中国哈颐和园，哈、啊、这个皇宫啊，头前一粒败家石啊，败家石迄粒，站在一般人来看，感觉真水的石头，三角六圆。站在咱啊较冷静来看，迄粒石头，那是将咱整个的希望拢冻掉去啊，是安那？眼观目睭，对目睭所引起的风水的妙法，就对目睭引起的。除了咱所讲的八卦方位以外咧，都是咱的目睭第一关。好，因为这个目睭啊，所看到会传入咱的脑海来，传入脑海来咧，你感觉看得足舒服的。啊，看一支山，伊闷闷真水啊！好，你又感觉哎，足舒服，心都稳定落。若是看到一支山，呼啦啥，三个六耳，那像咱台中关啊，后里，好，这个火焰山、三义火焰山呢，你看久人会掠光。啊，是咱一个工厂啊，门对出去，徛家门对出去，都看到人一片白，白白白的。咱百思不得顺，心光火热，或者咱目睭所看出来，大门出来向出这个外面的，都得见到溪波、溪啊、溪壁、山石啊、白，啊是崩壁、溪一崩壁的，迄都叫绝地啊！咱看到，窜入咱脑海内，咱的心内那一把火直直压起来，一直压起来，莫名其妙，心都没有定性。心无定性，头脑就失去这个理智。心无定性，未安详，咱头壳所想的呢，会极端，会极端失去理智，难免事业当然未顺心。这是真正常的妙法，而且是咱人体的功能的厉害的妙法。这嘛是即是风啊，是水啊。咱所看到，马上实际传到咱脑海来，为风。那么所表达出来，心光火热为水。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目睭咧是咱人生的第一关。咱用看，咱也感觉啊，袂即个朋友弟兄目睭无坏啊，哈、哦，伊的心情啊，这是非常郁闷。咱嘛是同款，将心比心，所以咱啊看到一挂目睭啊无坏人啊，咱爱起一个同情的心，咱唔好要讲笑。所以咱风水的法则，除了目睭以外咧，耳啊，哈眼、耳、耳啊，你所听到咧，哩哩啦啦。咱有一个感觉，哈，咱若耳仔听咧叽叽嘎嘎叽叽咧，恁脑海咧一定乱咧，心一定乱咧，心乱咧啊，气都暴躁，心都烦，都无这个耐心，无耐力，咱来讲哇，我要来想啥，哈，所以我都想啥咧，结果咧糊涂事一大堆，耳仔，假使咱一个囡仔房间边咧，机器呼呼叫。一时啊，那么呼啊，你都无精神好读书，心都乱嘛，心都烦，那他有车呢？
这是真真正正风水的法则。因为听到为风，咱表达出来为水，相对共呛嘛共款。咱也是保持唔丢去，任何一寡机器啊，无该藏的你要藏落，以后咧你造成你家的心会烦会乱，哪有心情经营事业呢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所以各位拾荒先知识，咱风水的法则嘛是根据五官所感应，五官所直接感觉到，然后咧表达于咱的生活之中啊。咱这节先暂时休困，等下再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。关于风水甲人的关系啊，咱拄仔讲过讲目睭、耳啊，吼所引起风水的结构向。过来，咱的鼻，常常啊，咱住伫工业区的边啊，工厂的边啊，咱就常常闻到这个空气的污染。啊，闻到这个毒气，造成咱的心会烦，造成咱的头脑无智慧，造成咱的头脑，吼，感觉真个迟钝，昏昏沉沉，这嘛是风水。所以我奉劝啊，咱有这个能力开工厂，企业家、头家啊。咱这个环保爱真重视，因为呢，咱大出一头尾吃的呢，居民呢，哈，这百姓啊，住户等等，拢是过去先甲咱有真深的缘分。相对呢，咱大出一头尾这间工厂的缘分呢，嘛甲咱有真深的缘。那么，大家咱爱互相，咱独去爱做真正安全。来保护，那安尼只，除了咱的职业道德、良心道德啊，以外，咱若做好咧，会得到出面头尾人甲咱祝福。出面头尾只所大个人咧，心内咧无一个跨开，无惊吓，那么得到大家一只祝福咧，啊，出面头尾会甲咱赞叹。安尼是啊，我相信咱的事业的经营啊。加上的损失，这是对偏所引起的。咱家内的环境臭腐味，朋友伫遐来，刚才来只臭，臭腐，内底治袂掉，自然就走去啊！你生意哪会顺呢？工厂哪会顺？所以啊，咱偏啊引起意外咧，喙齿、环境、环保。咱工厂的风水咧，除了目睭所看去，爱清净耳仔的这个安宁，哈，过来以后咧，就是讲咱的喙齿，过来鼻、喙齿，好，过来的身躯的皮肤的感觉。咱有当时啊，咱工厂，好卫生无好咧，咱入去咧，身躯咧感觉硬腰、硬腰。静养心就烦，啊！静养呢，感觉就一个讲不出来的力量，把咱掌握，把咱左右去啊。所以，这即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啊，咱皮肤的感应啊。各位拾荒先知识，风水啊，咱若无开悟者，咱来讲叫做迷信。一旦咱若开悟啊，咱就会加深深的体会，这就是咱日常生活甲咱息息相关，都是咱的生命，都是咱的人生，都是咱的事业，都是咱的些经过过程，哈，甲咱调和大宇宙的原动力。
所以啊，咱研究风水，我希望大家爱以科学、理性、智慧，哈，甲环保。那么安尼共同来探讨，来美化咱的环境，改化、改善咱环境。我相信啊，这即是至高无上的风水的定义啊！各位十方善知识，风水妙法不离生活，生活不离风水。所以啊，风水即是生活，生活即是风水。我希望今日以后啊，咱会当共同来探讨，因为风水甲咱人的五官、咱人的思想、和咱人的行住坐卧呢，拢是息息相关。若是咱啊会当了解这个法则啊，好，我相信咱会更加幸福。无论是家庭、大工厂、小工厂，嘛是共款，得到这个无上的妙法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风水啊，咱啊以一般的世俗人来讲，就感觉真正神秘。若是今日以后，我将这个风水的妙法啊，以一个科学、啊理性、智性咧来破坏咧，我相信各位会哈哈大笑，讲讲哎，原来就是风水就是安尼尔。古圣先贤的风水留落来真济真理，好，我希望将我所体悟、所印证过，遮济风水的法则啊，会当一一的下甲各位介绍，和各位咧会当多进一步共享甲风水的关系。若是啊，咱工厂符合着风水的法则，我相信咱的运作内底员工较平安。哈，咱唔是要求讲赚大钱，但是求一个平安，在平安之中，咱一定就赚钱。若是干咱想要求发大财呢，无求平安呢，这是一张手啊，无根呐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今日呢？咱遮有这一年承蒙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，甲所有会员呢，这个虔诚内多，布施来扶持这个妙法。重点嘛是希望将这个风水的妙法啦，会当弘扬伫台湾、伫天下，这个世间家家户户会当了解风水的法则，家家户户会将这风水去吉祥呢。会当苦劫撇向进一步咧，家家户户平安。然后咧，做到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进一步来帮助他人，共同来创造一个清净人间佛世界诶一天啊！这是我本人的愿望。今日即个甲只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